甲到庚七个人排一列，若甲乙丙丁四个人必须排在最前面四位，甲乙不相邻，则七人共有多少种排法？我们先控四个位置在最前面，给甲乙丙丁。那后面的话就是戊己庚，戊己庚三个人排的话是三阶，他又告诉你甲乙不相邻，所以我们就先排丙丁。丙丁的话是二阶，那这时候会造成有一二三三个空格，所以 P 三二把甲乙插进去，六乘二乘六，有72种不同的排法，答案选 B。